强迫症，很好打。我前天不打个 AP 狗头人吗？也不难打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我觉得 AD 狗头更难打， AD 狗头出一身肉塔底下站着等打野，我觉得更难打。AD 狗头出你妈一身肉装塔底下站着等他妈打野，那他妈更难打。我感觉 AP 还好打点，还好杀一点， AD 的不好杀，出个反伤甲，出护甲鞋，塔底一站 5W， 我操，折磨你，还不好打。 AP 的还相对来说脆一点，录了没学盾，学的他妈这录学的是学的 W 好像，学的 W 技能，没学盾，这录也不太会玩，电刀都不会录，电刀都不会玩。进化元素升级。干嘛呀？等黄子来了再上啊！上太早了，皇子还没到，皇子刚发的信号，路就冲上来送了，我操！这上太早了，皇子刚发的信号，离他妈800米，路就冲上来送。我贪了，我想把狗，我想把狮子一起杀了，但是我没伤害，我要不叫几跑就好。我预判到永温的闪现了。上太早了，露露，人家还没到，只是发了个信号，路就冲上去。一切在不言中，黑夜也会怕。哎，这露露还挺听话，让他玩露露他就玩露露，但是这露露一学 W 这太畜生了，这完全不会玩露露。一学 W 这露露，这是个人这露露。一学 W 的，好家伙！什么意思？不让我走吗？他不让我走是什么意思？露露不想让我走了，哟，还要再战？你要战，我便战。哎，这个露露 W 一眼不留变羊，一直给我 W， 也不留着变羊露露，一直给我，给这放个 W， 我的天哪！还行，永恩兽人留一千随便欺负，永恩兽人留一千随便欺负，还挺好打的。永恩兽人，这露露把 W， 这露露可能他不知道 W 技能能变对面，可能你看他把 W 一直给我，也行吧，哎，别腰太路人，别腰太高了，对吧？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一个露露，能选个露露就不错了，要求别太高了。你家是不是四技能放大招？放不了大。玩兽人一般都不太聪明的，不用怕兽人，一般都不太聪明一般。上单开眼打老黑，那这辈子还打不过呀？上单开眼打老黑，打鸡毛，拿他妈命打。罪恶。不用去唱扬州。又可以啊，对面是 brother 只有人配亚索永恩，对面我操，动击飞你都动不了，反正对面只要打你就动不了，亚索永恩只有人，我操，牛逼，还有个皎月，哎，对面全是击飞，老黑也有击飞，我对面全击飞啊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，
全击飞。换线了。来了。哎呦我操。他怎么到六了呀？哎呦我操，坏了，我傻逼了，我他怎么到六了？亚索加皎月不好搞呀。亚索皎月不好搞啊。不好搞呀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好，你把上单玩玩啊，别老给我分下路，搞上路吧。哦，分下路的。帮我，我不去，我也没办。小心点。还挺滑这牙。你就可以让露露去中，露露上中路我打的就行。露露去中，我跟大家还有思路。对面还挺心随意动的，对面。坏了，这没办法，没闪。宇宙可不混沌。到六，没办法。嘿，我操！给我选的呗。这没辙呀，这到六级，亚索露露没到六级。好，俩逼给我选的是吗？俩人英雄，坏了，这没办法。这必死啊！亚索挺有熟练度的，亚索攒风挺快。我八级露露五级，露露干鸡毛了，露露为什么露露我八级露露五级，露露也没走过呀，露露，好奇怪啊！为什么我八级露露五级，他也没走过呀？什么情况呀？我得走这波，不走我得死这波了。不走我得死，别追了太君。大我就死，没法操作呀，这个碰着我就死。露露死了，感觉，他居然没大露露，还是想大我呀？
还是想大我呀？我先回吧，回家吧，回家买个那个海妖去。他俩也不攻陷，我倒也不急。亚索这狗畜生把我针眼都给排了。黑夜也会怕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W 给我把 Q 点蜘蛛身上，这波时候就死。这波如果录了把 W 给我吧，把 Q 给收人，这波就死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宇宙。打龙啊，这皇子，哎呦喂，先打龙啊，脚越没血越不敢过来，把龙打了就走了。你德玛西亚盖伦干你妈，天，哎，他德玛西亚干嘛呀？他先把龙打了走了呀。亚索封墙，这亚索一直没放封墙，不早就杀他了，一直封墙卡着亚索。亚索挺会玩的，封墙一直卡着亚索，一直不放，你知道吗？封墙不到最后一秒不用，我知道他没放封墙。这边这个亚索挺会玩的，直接打就行了。我们三个都在这儿呢，直接把龙打了就走了呀。矿亚索干嘛？把龙打了就走了呀？就算死光了也赚了呀。你这样龙丢了就不亏很亏哟。把龙打了走了呀？我跟陆武都过来了，三打一他敢过来吗？他不敢过来的呀。玩这么好这地，我操！牛逼！英雄挺克威的，别挂别挂。没办法，这英雄挺克威的，落地双峰接耳闪现 Q 点燃。这边他有双招，我没有。这边他有双招，没办法。火龙挺伤，其实死到海那火龙挺伤。我死到海那条火龙蛮伤的。哟操，这没补，被动不够。无敌巨丑小慧慧，哎，露露好像是个妹子。小慧慧，我闻到了。
不了。哎，这给我就好了，七百加这六百都给我，是把游戏结束了。哎，这把小慧慧点上给烫了。就我就说，我也不想打，打不过，可以。永恩说的句句大实话。我也不想打呀。这把风中魂很爽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对。比刚才聪明点路，知道变羊了路。知道变羊了，比刚才要聪明一点。见了无知的呼喊，正值多事之秋啊！大家喜欢直播，帮我关注一下啊！咱们二星中差一个飞机过去，帮忙过一下吧。三十就过了，二星中差个飞机，我们来帮峰峰过一下。三十就不过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h, shiba. 令人恐惧的音乐。打团，我们能不能团过？就看我被被秒了。我被秒打不过，不被秒能打不过。永恩可以聊下来，永恩，永恩人还挺好的。有人是玩塞梅拉的吗？德玛西亚沙漠玫瑰玩塞梅拉的，塞梅拉让我办了，因为我下路必办塞梅拉，不好意思。打出感情来了。玩出感情来了还。哥哥帮我击飞，水平蓝小画家风风进去陪大家，牛逼！现在好多主播都流水几十万、上百万一天，我操！那不抓他们抓谁呀？操！前两天还给我抓起来了呢，说让我配合调查，北京公安嘛，抓我进去，然后后来他们查我流水，
一天几十块钱上百块钱，我操，后来他们开车给我送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就差给我办个锦旗了，廉政风景，知道吗？好，差开车给我送回来了。廉洁奉公好主播呀，一查我流水，他们都哭了，就差开车给我送回来了。谢谢没你称可以七的办法。你中了山水，你中山水也不是从我这中的，你跟 PD 这中的。黑魔法力，你喜欢这招了？西武还挺爱指挥的，西武。打不打呀？你叫我打你又不打，操你个 DG 这队友！结果叫我打追的比他妈谁都凶，叫我打龙自己他妈追着比谁都凶，我真他妈服了。自己追的比谁都凶，你们还发工资吗？上月是发了，这月不知道啊，这月。这个还没到日子，一般每月的十几号会发吧，或者二十号。我也不知道，丢硬币不知道能播吧，咱得逼着风头吧，丢硬币不能播那不就不会回来了，就在韩国定居了。好像汤浩优也去韩国了，好像好家伙，汤浩优改鸡巴思密达了以后，咱可以加这个无敌巨丑小慧慧，可能是个妹子。